谢谢台湾社会研究学会的邀约，确实这是我几年来第一次到很大的公共场合，年纪大的人总是风险高一点，所以要小心一点。今天我的讲题大家可能都知道，是化用了英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 Juliet Mitchell 1966年发表的经典文章 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大陆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他用的标题是《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我今天讲题没有用妇女，而用了女性，当然是有用意的。妇女这个语词在大陆诞生，被当成一个群体范畴的历史时刻，正是社会主义革命动员人民群众的时刻。这个范畴就是一个重要的动员策略，以便发动妇女，特别是作为一个紧密联系劳动生产的群体，发动妇女投身革命参加工作。把 women 翻译成妇女，在大陆连接的就是这个社会主义生产革命的历史传统。在台湾，妇女概念在解严前预设的是年龄和婚姻，稍后在政治民主化的浪潮里，公民自由、个体权利的说法强化了个人意识。随着女性主义话语在女性知识精英中的扩散，女性成为新的命名，理解为积极识别社会层面的男女差别处境和权利。这不但结合了当时社会运动建构的弱势对抗威权的主导论述架构，也将身份认同凸显为妇女运动的主轴，这跟大陆是不太一样的。我的讲题选择用女性而不是妇女，就是想要凸显台湾女性主义概念的建构过程有它自己的历史脉络，也因此形塑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实践。任何思辨过程都不可略过概念本身的历史脉络，这也是本次会议主题问题意识所提示的初心。 Mitchell 在这篇文章里感叹的是，传统坐落于家庭里的女性职能，如劳动、生殖、社会化、性，虽然现在与家庭制度渐行渐远，但是女性若想同时不受限于这四个职能，却是一时难以达成的。所以女性解放是个漫长的革命。相较之下，2019年行政院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字推估台湾性别平等居亚洲之冠，这个令人自豪的成就当然不能说是完成了女性的解放，可能更多的是建立了有着特殊形式和内容的性别平等机制。但是无论如何，确实有了可观的成果。而我用短暂的革命在我的副标题作为副标题，不但是想要提醒这场革命在时间轴线上有其短暂性，也想提出这场革命的效应在维系女性认同上有其局限性。这似乎是世界许多妇女运动变革后的普遍归宿，因为上层女性提升地位后强调的总是本身优秀的素质和努力，淡化女性身份，下层女性则持续地受困于恶劣的生存处境，包括弱国的后殖民情境、落后的生产力或族群宗教纷争，这些都使得女性认同处于次要的地位。那么台湾上述那些性别平等机制是怎样在短暂的时间里成功建立的呢？这个经验可以加入西方先进国家之列，作为亚洲甚至世界的典范吗？这些果实的快熟和台湾的国族地位、国家主体想象有什么关联？接下来我想用性别平等建制化和性别平等法理化在台湾过去30年富裕文明化的进程里齐头并进而形成的性别平等的特殊面貌来进入刚才问的这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建制化和法理化底下流淌的血脉是同一个自诩先进而完善的西方性别政治范本，夹带着后冷战世界秩序的布局安排。换句话说，我想在今天的演讲里指出，
台湾的性别平等机制是建立在特定的世界秩序与历史机缘之下，然而这些秩序和机缘并不是世界历史的终点。接下来我会分别说明，下面说一下大纲，我会分别说明性别平等建制化和法理化这是两个革命如何驾驭了政党轮替的时局和国际人权全球化的时机来推进自己的目标，如何在促成在地绵密治理的同时建立台湾的进步国家形象。我会用第三节来讲为何即便有了这样的成果，我们仍然不能期望一个没有性骚扰的世界。最后一节则回到短暂革命的主题，把目前看起来已经确立的性别优先、女性优先放回漫长的历史和差异的文化里。说直接一点，今天演讲的问题意识就是目前包括台湾在内的西方化世界在社会运动和性别领域里弥漫的历史终结感。大家都很熟悉美国政治经济学者 Francis Fukuyama 福山在苏联解体后提出来的历史终结论，这个1990年代初的视野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以及其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全球人心所望，不可能再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历史已经走到了最高点。台湾现在也有一种类似的所谓性别平等是最高进步价值的氛围，觉得对性别平等的想象已经达到了社会演化的最终点。我则认为未来世界的性别演化未必归于同一终点，对性别的未来最好保持一种开放的想象。好，第一节先来讲治理政府的性别平等建制化。1990年代女性学学会在北欧国家女性主义的启发下提出男女共治共享的国家蓝图，呼吁建立全民福利国，让传统上归于女性的照顾工作直变成为以国家预算支持的有偿劳动，不但可以壮大女性的经济实力，她们的社会价值也得到认同，而一旦整体女性的力量提升，就能推出所谓真正代表女性观点的女性国家主导者，如此将可彻底打破男尊女卑的旧性别关系，这是当时的说法。不过在当时的知识氛围里，北欧福利国的可持续是建立在何种国际分工的安排上，是否能普适于世界各地，这些问题并不在国家女性主义者的眼界之内。当时国家女性主义的共治愿景选择了投注民进党进军执政，刘毓秀后来受访的时候说她最早也尝试过接触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但是感觉很泄气。难怪1993年台北市长选举，即便陈水扁的妇女政见评比不及格，台派女性知识精英仍然坚持妇运应该全力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同时主打妇女权益诉求的几位台北市议员女性参选人的落选，也使得刘毓秀开始另寻出路，一方面积极研发改良政策争取选票，另一方面努力串联立场不太一样但是还是合作的 NGO 凝聚政治实力，从此贴近民进党，面向选举政治，专注政治实力，成为国家女性主义者前进的动力。就具体的操作而言，国家女性主义者从北欧的范本中认识到需要建立政策研议决策和执行的运作机制，陈水扁胜选后台北市政府首创的妇女权益促进委员会就属于这种机制，虽然当时只是一个任务编组，但是本来政治立场就贴近绿营的性别专家或妇女团体代表都可以透过担任委员定期和市府各部门主管面对面直接咨询指导监督市政府性别相关政策的实施，精英以外的社区妈妈家庭主妇也能参与另外一个层次的所谓妈妈治城计划，治理城市，针对社区和市政议题与行政部门进行合作或监督执行。这种妇女政策机制逐步成型运作推进，
显然前景可期。1996年，刘一秀受访时的语言已经充满了乐观的积极性。他说，下面是他的话语，他希望让私领域以一种更具攻击性的姿态去吞并公领域，由女性出面治理它，由 Philosophy Queen 上位掌权，让女性掌握国家权力，成为社会、国家、世界的照顾者。这话听起来与其说是分享权力的男女共治，不如说是霸气强势的女人治国。从1994年陈水扁担任市长后，作为回报成立的台北市妇女权益促进会，到1997年国民党主政的行政院在彭婉如命案压力下成立的妇女权益促进会，到目前依法密布在各级政府和民间的性别平等机构和专案小组，以及一连串相关的立法和施行细则，当然经历了众多繁杂，而且被女性知识精英凡尔赛为忙死了的发展过程。然而当女性知识精英认定建制化是性别政治的唯一出路，复印的理想需要政治资源才可能落实的时候，复印在议题立场的取向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倾斜。毕竟有了管道在政府架构里直接影响决策与执行，就需要学会和文官文员在政策可行性上斡旋。复印对社会现象和议题的思考于是逐渐倾向于规范取向、管理取向，本来在街头和群众互动打观念战的运动团体华丽变身成为针对政策专职代言和游说的非政府组织，也就是 NGO。 同时在政府组织阶层化的环境里，复印也逐渐官僚化、技术化，努力学习熟悉预算、会计、人事、法规等等业务，并且积极设计监督的程序和架构。这些实作的经验积累都帮助复印锻炼自身的权力技术和策略，在把自己彻底融入政府的过程中也同时强化政府的管理效能。这些转变当然不只是在技术和策略层面上的提升而已，其实台湾性别平等的建制化主要是某些女性知识精英对于当代西方先进国家文明进步的性别新道德的积极移植。这个移植过程不但以代表西方现代的治理模式促成在地官僚体制和政策决策的质变，更重要的是也同时主动接轨西方进步价值，落实在地打造新国家的愿景。性别平等因此才能够超越其他社会议题，成功的植入政府，成为台湾进军国际时的亮丽名片。那么自诩为卓越在地运动成果的性别平等建制化，或者说女人治国，究竟扣接了哪些岛内和国际的权力布局才能如此快速推进呢？除了政党轮替的有利时机之外，或许我们可以从治理这个概念，在三个重要的脉络里所累积的不同意义和操作看出一些端倪。第一个意义脉络就是刚才提到过的，像是妇女权益促进会那样极具在地特色的官民协同治理，由政府释出一部分权力和资源，吸纳政治立场相近的 NGO 来帮助打造政府开明非威权的形象，强化施政的正当性，也完备政府的管理机制和效率。入局的 NGO 则可以进入决策过程，优先享受政府的加持和金援，扩散自己的价值观和影响力。在政权更替、官僚能力不足或者不够成熟、党派竞争激烈的时刻，执政方特别有动力与意识形态相合的 NGO 相互相牵协作，应对不同的目的，灵活操作形象与民意，这对合作的双方都有相当正面的效益，对推动共同的国足目标更是有利。当然在治理当道的年代，
过去公民社会号称超然公正、独立甚至对立于政府的自我形象和定位是早已被掏空了。好，刚才是第一个意义脉络，官民协同治理。第二个意义脉络的治理，就是西方企业界因应监管的要求，通过知识精英的理论化而提出来的企业治理或公司治理。它要求管理阶层在操作上达到一定的透明度、开放性、问责制度、效能取向，以保护特定主体，特别是股东以及其他的利害相关系人，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这些听起来符合公平、诚信、效率原则的现代规范，不但可能实质提升营运，还可以制造正面的公关效应，因此很快就被其他领域采用。 NGO 在与政府政策拔河的时候，常常引用这些价值和规范作为要求，进入与政府协作治理之后，更把这些规范直接植入政府的日常运作。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的脉络里，这个出自西方的治理模式有其霸道蕴含。从1980年代起，跨国金融机构在和第三世界国家谈贷款或者援助的时候，都会要求把治理纳入贷款的条件，也就是要求债务国罔顾在地的现实和困境，积极地改造在地的法律体系和社会制度，以适应西方资本主义和地缘政治在当地运作的时候的需求。在这些脉络里，治理模式所内涵的优势文明姿态以及对特定利益的正当化毫不遮掩。随着国际关系的多边化、多元化，治理的第三个意义脉络也在巩固后冷战世界秩序当中快速地展开。联合国在1995年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以主要由西方定义的核心价值，例如尊重生命、永续发展、民主、平等、人权等等，作为全球公民伦理，呼吁非政府组织共同努力，把不同文化、政治、宗教的所有民族和国家都纳入这些普世的价值之下。从这个脉络来看，同一年，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推出北京行动纲领，要求所有在地妇女团体督促各国政府将性别平等作为政策主流，在一定时间内建立实现性别主流化的机制，其实正是呼应了这个核心价值普世化的倡议。2000年政党轮替后，进军政府的是妇运学者和妇女 NGO， 在性别主流化里看到引进联合国规范、建立国际联结，不单有利于台湾主体性为基础参与国际社群，并且可以将人权、进步都含瓜进入新的国家认同里。于是在妇女权益促进会里，他们提案推动性别主流化，大家很熟悉的名词。2005年在陈水扁的第二任内，性别主流化在台湾正式上马，这今天没有空讲细节。政府的各部会都成立了性别平等委员会或专案小组，各级单位所有政策规章、资源分配等等，都要把性别平等放在核心考量位置，由性别 NGO 定期去监督。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外来移植但是具有联合国光环的政策，性别主流化在台湾政府体制内的全面性、统一性、强制性、积极性明显超过其他政策。各级单位对性别平等工作还必须格外上心，否则不但是违反规定、工作不力，还会被贴上性别歧视的标签。与性别主流化同时推动的，就是用加入各种人权公约来夯实民进党执政后高举的所谓人权立国的新国际品牌。除了将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简称两公约内国法化，立法院在2007年也通过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简称 CEDAW。
这些与国际人权标准接轨的行动背景，就是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2008年入联公投虽然失败 ，CEDAW 的加入书也被联合国秘书长拒绝。妇女权益促进会仍然敦促政府比照联合国程序准备4年1次的 CEDAW 国家报告，并持续举办培训活动和会议，邀请国际专家来台交流。2012年在马英九任内，专职的一级单位性别平等处成立 ，CEDAW 公约施行法也通过，具有国内的法律效力，各级政府机关都要依照公约条文逐条比对，修订不符法规。2013年开始 ，CEDAW 国家报告不单邀请国际专家来台执行号称台湾独步全球的在地化审查，进不了联合国，只好在自己家里坐坐。他不但邀请国际专家来台执行号称台湾独步全球的在地化审查，照章做足了相关程序，也安排本地 NGO 提出民间报告参与审查。即便不同立场的所谓反制团体，例如互加盟，因此加入了报告之列，但是那毕竟他们是少数声音，反而可以强化公民社会多元参与国家报告的印象。可不要小看这一些审查，在地民间团体往往可以借着国际审查专家的权威发言，强力推进议题。例如本地妇团努力了30年的通奸除罪，就在2020年突然得到转折，主要是因为国际审查专家在本地 NGO 的敦请下，在两公约国家报告与国际审查意见中两度明示刑法通奸罪侵害了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保障的隐私权，应该立刻删除。即便本地仍有80%民众支持维持通奸罪，国际专家认定台湾政府有责任使法律制度与国际人权法一致。很久不讲话就是这样。换句话说，在地残余的不够现代的人际关系规范，应该撇开现实，向国际水平硬条看齐。值得注意的是，CEDAW委员会虽然过去曾经表示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包含了自愿卖淫，但是对比同样奋斗了20多年，已经走完了本地所有公民审议程序，争取到民意的支持，获得设置性交易专区的决议，可是至今仍然寸步难行的性工作合法化，国际人权在本地的适用性还是挺有选择性的。从治理的这3个意义脉络可以看到，性别平等的建制化在台湾之所以能够快速落实，当然有赖一众妇女精英和性别专家对于引进先进范本改造政府体制所付出的持续努力，但是更重要的推力则来自于对内有官民协同治理所赋予的机遇、资源和正当性，对外有奉行国际行动纲领和人权公约来打造进步国家形象的外交策略，而背后的内在、外在甚至经济条件则是特定的国际分工和秩序体系之下的直接效应。建制化的女性主义学者专家可能自豪于台湾能够通过性别平等的成就成为文明进步的亚洲民主灯塔，然而放在更大的环境里来看，此刻也正是台湾政治经济陷入发展转型以及中国大陆崛起跃升世界大国的时刻，台湾对自身进步与文明优势的自傲与宣扬因此只是尝试置换它在政治和经济上越来越不确定的前景，避开台湾其实是在中美两大国全面竞争的脉络内才受到国际关注，但是也因此很难拥有自主性的尴尬现实。接下来讲第二节，女人治国的另外一只翅膀，也就是性别平等法理化。先这个，特别是这个法理化怎么样去改变了台湾社会运动的战场。先提示一下，建制化
与法理化对性别概念的理解是有差别的。性别平等建制化，刚才前面讲的改造政府，对于性别的认知是 gender only， 唯性别。改造体制的目标就是无处不性别，让性别因素优先被考量，其中当然隐含了女性优先。性别平等法理化则主要是把性别理解为 sex only， 为性。改造体制的目标，对不起，更精确的说，就是把男性的性暴力宰制理解为性别暴力，性别的内涵。因此主张以严刑峻法来克制和惩罚，以保护妇幼。建制化与法理化对于性别概念的差别认知，注定了他们在治理模式之下操作的领域也不太一样。建制化的运作领域主要是政府，法理化耕耘的则是法律，特别是与性相关的法律，包括执法所衍生的其他红利啊，等一下我会讲到。不过这两条路线并非各行其道不相关联，而是常有重叠。毕竟大家都是在官民协作治理模式之下受惠的 NGO， 在各相关委员会中常常重复代表，同台议事，立法修法行动的时候彼此呼应或者相互背书肇事，在意见不同的时候至少不挡对方的路，确保各自有疆土，尽量少冲突。如果回溯1990年代台湾的性别运动史，大家会想到当年父权派与性权派的分歧，但是没有人注意到一组宗教背景的民间团体在同一时期逐渐开辟出立法的路线，他们将在后来的20-30年中不断扩大影响范围，以慈爱正义的形象成功地串联广大的 NGO 社群，形成强而有力的民意，推动性别方面的立法、执法与修法。其实这些宗教团体走向公共场域的年代正是解严后最自由的那几年，旧的戒严法已废，新的社会控制还有待建立。因此就是1990年代初期的那些年，那几年我们可以在当时野生的有线电视上直接看到露毛的色情秀场节目，你们很多人都没有这个福气，只有我们这个年纪的当年是有机会看到的真正露毛的色情节目，就直接在你家电视上。1994年，有那个很出名的打破妇女情节的那个三八妇女讲座后，女性主义者在兴奋激情中还可以群集到台北某咖啡馆现场起哄拍卖男体，今天现场也有人是那个被拍卖的。1995年，台大女生可以在女生宿舍集体欣赏 A 片，你现在看试试看能不能，绝不行。同一年，非台大的女生还可以在大安公园门口公开跳艳舞叫床，成熟的女性主义者可以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一整版的 A 片经验谈。1997年，台北工娼争取工作权运动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在街头游行中大喊性工作好工作这种突破的口号。自在解放的社会氛围里出现这些现象，当然会引发某些人群的道德危机感，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我们当时还以为价值观的对立可以平等竞争，后来才觉悟到法理化能在刹那间改变战场，使社会运动的论述和行动都沦为处罚，而被夺去了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这是一个极大的领悟。从原来为了救援除妓而草拟的除妓防治法，在1995年改弦更张，成为更广泛管制的儿童及少年性教育防治条例开始，解严后社会控制的重建和强化逐步展开，而且越来越以保护儿少和妇女为名，一系列性别立法随之就位，有的针对长久以来普遍可见的身体伤害和侵犯，例如1997年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和1998年的家庭暴力防治法，更多的则是细致化对社会生活的积极管理和规范，例如2003年从保护儿少出发
全面笼罩出版和影视的儿童福利法，2004年开始规范校园性别关系和教学的性别平等教育法，以及2005年以后发展成为最受瞩目也最绵密规范的性骚扰防治法等等。今天时间有限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写的那本性别治理，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发展过程。现在我们仅仅针对这些性别立法的利益集团的成功策略和贻害无穷讲几个点。首先，推动性别立法的 NGO 非常的善于利用强烈的情感动员，特别是排挤其他情感反应的悲悯和义愤，来制造统一的民意和强制的道德观。这里的关键就是建立在脆弱主体的受害想象上，特别是他们面对性的时刻。在媒体的帮衬下，每一件性伤害案件都在放大的报道中强化了脆弱苦情的主体想象，每一个新兴的性探索和新实践都被加上了性危险的联想，绵密的保护因此成为唯一而且必须的回应框架。由此而生的民粹情感不但使得性别立法的特殊地位合理化，也使得最终版本的法条更多反映了立法 NGO 的道德价值观和严厉的法则，而轻忽了法律本身的法益保护和比例原则。一波又一波结合媒体和网络的情感动员，更演练出大批脆弱的玻璃心，紧缩了理性讨论事实的空间。这是立法 NGO 情感动员的一个深远的后果。另外，性别立法重度强化了性污名的惩罚效应，例如网络上的性挑情、性邀约讯息本来就是新兴科技在性逐渐开放的社会里的必然运用。面对媒体耸动报道而引发的社会谴责，1999年各大学的 BBS 站啊，又是一个你们不太熟悉的名词啊，古老以前的网络，各大学的 BBS 站都曾以停权或者取消名片档及昵称功能来管理入股的讯息。然而同一年1999年，儿少性交易防治条例却在修订中翘级加码，将个人网络讯息全部列入司法侦查对象。日常生活里漫不经心或者有心无意的网络留言，在一夕之间变成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的犯罪行为，这是事实。立法团体还要求警政署设置特别的奖惩办法，鼓励员警优先侦办网络留言。听说那个优先到一个地步，十大枪击要犯都不追，就坐在冷气的房间里面看着荧幕抓援助交际讯息。一度曾经将援助交际的援字的所有同音字都列为处罚，是真的哦。你们如果回头可以去看一下，所有跟原声同样的声音的字都被视为是处罚，造成了广泛的钓鱼诱捕和援交文字狱。就连普通的性邀约或者吹嘘自身的性能力与性装备，也被远景直接认定让小孩子看这种讯息不好而移手。那时候真的是你们一定要去看我这个编写的另外一本书，400多页的援助交际在台湾，那个血泪史，我就拼死也要把那一本书弄出来，就是因为不能让人忘记。从1999年到2008年奖惩办法终于被废除的这10年内，被认定张贴了明示或暗示性交易网络讯息而被移送的人数是25000人。虽然最后定罪的只有1/4，而且就算判法官多半坚守比例原则，只判6个月以下1科罚金，然而呢，另外的19000多人都同样经历了东窗事发后被传唤、出庭、等候判决的惶恐、痛苦过程。而由于网络留言无法断定辖区归属，有些案例甚至被好几个县市的派出所先后传唤，南北奔波，疲于奔命，最高的记录1/9000。你们也需要看我的那一本《援助交际在台湾》真实案例，告诉你。
这将近20000的网民，这是19000平白无故被拉进去的这个司法过程，这将近20000的网民多半是20到40岁之间，正是求学和就业的高峰期，也是犯罪记录影响最深远的时期，被家人、学校、同事发现自己在网络上不但性活跃，而且还犯了法，被追问一上网就在干这个，你读书读到哪里去了，你怎么会写这种东西，每一句责怪或关心都是百口莫辩的污名包袱。生活、人生、家庭、爱情、名誉、心理健康、自尊都被摧毁。拟住案件的事主今日拥有法律和社会的权利支持，有高度的正当性可以控诉加害者，可是儿少条例这将近20000的恶法受害者连开口自辩的机会和理由都没有，要怎么控诉当初立法的加害者呢？这也是我编写那本援助交际在台湾，就是要记录这一波文字狱，这是我最主要的目的，不能让这些受苦的灵魂被忘记。性别立法的 NGO 们既善于立法，也深谙永续经营之道，不单与时俱进的因应社会现象修订法条，更把自己直接写进法条，以便长期与执法修法亦步亦趋。早期的儿少条例，就刚才那个性交易防治条例，早期的儿少条例就包含了监督机制，由立法的 NGO 透过督导会议定期检视执法的情况，直接左右执法的力度，甚至趁机检举那些积极抵抗恶法的人。2001年，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就曾在督导会议中点名检举我们的言论有教唆犯罪之嫌，而让我首度经历了被校方调查。注意，我用的是首度啊，就表示以后还有。今天就不讲了。后期的《儿童及少年》改名了《性剥削防治条例》，《儿童及少年福利及权益保障法》，《性骚扰防治法》等等，都把监督职能进一步扩大，成为协调、研究、审议、咨询及推动儿童及少年福利政策。这种基于法条的特权位置和权利，使得立法 NGO 稳稳地植入了司法框架，牢牢而且长久地掌握法条的执行与修订，更加巩固了自身的分量和影响力。当然，最高招的就是这些性别法律的执法结果还能自动创造新的社工社服服务需求，再由政府以大笔的经费委托这些 NGO 来承包项目。当年反除妓的宗教牧师 NGO 目前都已经进化成为儿福或妇女保护 NGO， 经营着几十个附属的或承办的收容所和中途之家，收容那些被性别法律和校园通报系统送来的有叉叉之余的青少年或不幸妇女。这个叉叉之余最常见的就是有从事性交易之余，就不知道你怎么看出来，就这个可能我们班上这个同学有从事性交易之余，所以有叉叉之余的青少年通通送进这些地方，人口很丰沛。难怪某些性别立法 NGO 的年度经费可以从1990年代的数百万元成长到目前的，有一个最高的是6亿一年，另外还有一个跟它并肩的3亿，其中有一半三分之一的经费来自政府的委托和补助。立法团体的自肥策略和官民协作的利益逻辑在此明显可见，而这些团体持续倍增的财产资源和良好社会形象正建立在无数被恶法践踏的年轻灵魂上。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边际效益，这个事业真是太好了，这些服务项目还可以大量的积累立法 NGO 的社服业绩和名声，然后以政府部门的金源迁入全球公民社会，承担起突破外交壁垒的使命，打造新国家的纯净道德形象。例如性别立法 NGO 很早就夹带政府官员
参与反色情反性交易的国际会议，也参与各种国际色情监看网络检举热线联盟，以建立国际联系与国际接轨。最积极的立法 NGO 目前在参与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之余，已经有实力以政府的补助承办世界妇女安置大会，举办亚洲妇女安置网络台湾核心会议，或者自创亚洲女孩培力网络等等。这些活动的性质都不再只是过去的国际参与或者国际联结而已，而是更进一步摆出领头羊的姿态，企图在性别议题版图的边缘构筑起台湾的主体性和区域核心地位。希望以上的描述让大家了解了性别平等机制在建制化和法理化这两个庞大工程里所形成的特殊面貌。接下来第三节来讲一个在性别平等笼罩之下的现实议题，就是好像很多人很关心的那个议题。目前舆论最关注聚焦的性别平等领域就是性骚扰，建制化和法理化也都围绕着这些性骚扰建立了非常绵密的防治和处理机制。但是除了这些官方论述和制式规范，除了脸书上面的米兔控诉和一些小作文之外，能对性骚扰提出什么样的深入分析而不至于遭到删除或者围剿，还是一个让很多人再三踌躇的事情。1994年，我在反性骚扰运动里多次说到，性骚扰不能被简化成为坏男人骚扰女人这种个人之间的互动问题，也不能被性别暴力或男性压迫这样笼统的结构问题所涵盖，因为还有其他更多深层复杂的历史文化社会因素在同时发生作用。我在游行指挥车上发言的时候提到其中的一个因素，那就是情欲文化的贫瘠和封闭，使得男人女人对于性的表达缺乏资源经验和传承的积累，不懂得如何互动协商性方面的接触，因此造成骚扰。当然那个分析是情欲解放运动当下的关注，完整的图像绝非仅止于此，其他造成性骚扰现象的社会因素值得今天再多说几点。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现代人际关系的广泛平等化和性化。过去师生见面不会直接等同师生恋，上级和下级谈事儿不会立刻被当成私情，但是现在各种接续繁篱都被挑战，人际互动趋向平等化而拆解了部分欲望的繁篱，就连通奸都脱离了刑法的范围。再加上当代高度性化的社会氛围，任何人与任何人都可能发生人与人的连结，都可能形成或者被当成暧昧关系，因而造成彼此在判断和互动上的混淆与困难。这是当代性骚扰大量出现的背景之一，当然这也是锻炼我们以平常心来应对无所不在的性骚扰的机遇。面对这些已经形成的现状和趋势，仅仅以规范和法律来强加新的人际繁篱，或者以粗暴的社死来严厉惩罚，恐怕只会造成更多问题。就算真的发生人际摩擦，在对待上也应该有多样性的渐层差异，因为性骚扰不但有轻重程度的区别，还有性质的不同，因此不能像现在以复仇主义式的义愤一刀切的严厉制裁。特别是当涉事者沾上某些社会因素，例如他是名人、公职、教职、已婚、年纪大、求偶条件差，这种案例几乎毫无转圜余地的都会遭遇即刻的社死。那我们这个高举平等对成见和歧视非常敏感的社会里，这是一种很诡异的偏颇。另外一个很少被人反思的因素就是，在异性恋的求偶文化里，直到今日欲望的基本结构还是男性主动。承不承认？你们女生承不承认？
这是男女情谊互动的唯一起点，女人也期待这样的脚本。同时女性被动自持，欲推还拒，不直接表态，仍然被认为是点燃男性欲望的触媒，甚至是双方情欲探戈的挑情舞步。既然这些脚本持续是主流，男性被要求必须主动，否则双方不可能发展关系。但是男方主动就有被当成性骚扰的风险，求爱不成可能让对方惊惶愤怒，感情生变可能招来怨愤控诉，现在又不太容许太多解释的余地，说什么都被当成狡辩脱罪，接下来就是控诉和热射死。这种动辄得咎的矛盾混乱，长此以往势必在求偶人群中形成各种的踌躇张力和冲突。但女性这边很多主体都说自己是以无知、惶惑、害怕和混乱心情和手足无措来经历所谓骚扰时刻，那些感受当然不能直接等同于不舒服。那么这些混乱复杂无以言状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是对原有关系突然改变性质而感到不解困惑，是因为不在求偶选择圈里的男性突然表意而不知道要如何回应，是在新的视觉触觉互动冲击下的能量超载宕机，是对即将发生的未知的下一步的惶恐害怕矛盾挣扎？有些主体甚至根本无法理解自己的感受和意愿，遑论对方哈。最终就像一篇脸文说的，只能让灵魂飘到天花板上，以彻底的失语失能来关闭认知，避开反对，避开面对。这位受害者对自己的无法直面、无力拒绝是有一些反思的。他说，这个社会这样养大一个女生，到头来我想说不都要很礼貌，连说不要都要用沟通的。这里透露出来的软弱并非都来自性别调教，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文明化的结果。我在前面把台湾的性别平等建制化和法理化框在过去30年台湾的富裕文明化里，就是想要指出是在和平安定富裕的物质基础上，在现代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环境里，礼貌和秩序才有了发展空间，也才形成了文明交汇的台湾最美风景。而随着大部分人群的阴柔化，人们越来越习惯安全安稳，不觉得需要有什么心理防备，警戒心和防卫力都不发达。然而不那么安守分寸，不那么守分寸的举止仍然会发生，安定富裕也注定不会永远持续，矛盾敌意有可能酝酿扩大，文明举止和规范措施因此也会逐渐失去物质与环境的支撑。若是文明化和优雅在面对像是一般性骚扰的时候都捉襟见肘，那么遇到更为敌意的场景或是未来动荡动乱的社会氛围，接下来的结果就可想而知。或许现在大家真的需要开始积极的反思文明化与阴柔化的缺陷而非优点。在1994年有关性骚扰的论战中，我曾经积极的建议女性从其他更有经验有力量但也因此被人鄙视排斥的女性身上学习人情练达的应对、识别与判断的能力，以及灵活转化各种互动情境的能力与智慧，共同开拓女性情欲的社会空间，彻底改变那些可能产出性骚扰的社会结构和条件。这个壮大女性的建议，期待性骚扰可以被技巧的去避免，可以被聪明的化解。然而今天米兔或者小作文里的故事几乎都是回忆模式，事主都经历了长期的情感隐忍和人生耗损，换句话说，性骚扰经常是已经发生，而且很多是事后觉悟。在这种情况下，更加务实的做法应该是思考如何从这些已经发生的冲突摩擦或者骚扰的经验里长出力量，
而不是极力打造一个严苛而妨碍交际交往、让人戒慎恐惧的社会氛围。性别立法和儿少立法有一个共同的冲动，就是要为女性和儿少等弱势创造一个尽量没有敌意伤害、没有不当资讯和不轨行为的世界。听起来很正义、很理想，但是老实说，男女之间的冲突摩擦和性骚扰在可见的未来是不可能消失的。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平等化与性化、男性主动的欲望结构以及文明化对主体造成的失能等等社会原因之外，这个世界毕竟不是只有性别，而是还有各种结构上的对立、矛盾、张力、冲突，而且他们都可能以性别和性来表达或发泄。既然侵犯和伤害无法避免，那么弱者多多少少都需要学会面对敌意、处理敌意，或者至少与敌意共存，甚至像30年前清大小红帽运动那样认真思考，壮大反击的力量。有人会说，你这是强者的话语，弱者就是没有能力处理骚扰的场面，而你这种强者话语对他们而言是傲慢，是二次伤害。或许这也是事实，但是就对抗必然存在的性骚扰而言，我们不能只用一刀切的教条来处理所有相关情况。不是所有忧郁症患者都听不得鼓励和安慰的话语，不是所有受害者都永远无法走出伤害。因此鼓励主体壮大自我的话语还是需要存在的，多样的话语、多样的安慰、多样的引导都是需要的，因为主体就不是一样的，他们的需要也不是一样的。然而目前台湾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教条风气，即使面对各种不同的不完美的事件，都只能容许一种态度、一种回应、一种对待。2016年辅大夏林清教授的遭遇，就是对另类态度、另类回应、另类对待方式的一次彻底震慑。重点来了，这种排除其他声音、其他立场的傲然态度，跟建制化和法理化的自满一样，其实出自一种对某种性别平等状态全然正确的坚信，一种对某些反性骚扰机制的彻底自豪，也就是一种历史终结论。他认定性别是最基本深层的压迫形式，而性别平等这个标准答案已经在手，落实的机制已经建立，女人治国的革命已经到了终点的唯一正确状态，从此可以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在国际顶尖同行。这种坚信与自豪，正是我用短暂革命的说法想要质疑的。好，进入结论，没那么短。回到一开始说的Juliet Mitchell 认为，女性要达到解放的目标将是一条漫长的路途。这个说法也意味着女性这个社会认同作为一个社会身份群体将始终而且显著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性别平等建制化与法理化就是用制度和法律来确保这个社会身份、这个社会群体可以持久存在、永久重要。然而这个愿望是十分可疑的。从群体身份来看，在现代以前的许多地区和文化里，女性的生物意义大过其社会意义，女性并不构成一个社会身份群体。例如在过去的等级社会里，不同等级的女性并不会彼此认同，也无法产生跨等级的认同，因此很难说所有生理女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学意义的群体。这样一来，把社会性别身份直接回溯适用到古代社会，那就是很有问题的做法。毕竟只有在现代的条件下，配合着女性进入职场、就业和劳动契约下的法律身份以及现代妇女的意识形态，才能诞生当前的女性意识群体与社会身份。我开头提到过，女性认同在未来的变局里可能变得不重要，
因为精英女性取得了权利，强调个人能力，淡化女性正统。底层女性因为生存所需，可能更注重经济而非性别身份。这样一来，女性认同就有可能全面弱化。另外，女性群体的在社会里的重要性也可能会被其他群体所取代，例如各种随着身份的分众化而出现的新身份群体，或者像是科幻世界里与 AI 相关的身份群体。这些新出现的身份或许更能取得生存所需，更能适应新科技新组织，因此逐渐取得更重要的社会群体位置，女性则变成次要的。不管如何，我们不能缺少这方面的想象力。再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不同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的时刻、条件、形态各有其各自的脉络和特殊性。现代化在不同文明阶段里会发展出什么样的具体面貌，并不是全球一致的，而且还会不断的变动。像现在逐步成型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现代化过程里虽然出现了性别平等这样的理念，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传统的现代社会仍然可能会维持各自的性别安排和价值，拒绝顺从西方性别平等的普世价值，这还是可能的。其实只要我们放下历史终结的想象，就会看到在很多不同的文化里，像是家庭、历史、传统、宗教和国家这种更大的范畴，都在很长的时间里继续存在与演化，并不会像西方所说的那样必然趋同或者消亡。女性反而未必比这些范畴存活得长久，毕竟这世上还有很多其他的支配关系和基本冲突，比如国家之间、文明之间的冲突、族群、阶级、贫富差距、文化宗教差异等等。而且大家应该都看到了，西方过去百余年来所定义而且主导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正在经历强而有力的新实践、新理念的挑战。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非常值得关注。总之，像性别平等这样的价值或社会安排，总是必须和整个共同体的组织方式、物质基础等等相适应配搭。对很多生存状态而言，例如在战争、疫情、贫困、占领之下，社会的凝聚团结都是最优先而且合理的价值。例如巴勒斯坦妇女儿童的命运就是不可能超越巴勒斯坦国家处境来决定的。也因为如此，性别平等，特别是有关个人自由解放的预设，不应该也事实上不可能是必然普世或者历史终点。我相信反历史终结论的看法才可能帮助我们理解当前世界不同文明文化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最后，真的最后，我并不是只针对性别发出短暂革命的提醒。人民大学的潘春明教授追踪研究中国大陆27岁到35岁人群的无性者，2000年男性无性人数占了2.4%，女性则是0.7%。可是2015年，在15年之内，男性无性人口增加了5倍，女性增加了14倍。潘老师推估，如果2020年也曾经做过调查的话，无性人口应该会再翻一番。这显示，如果在大陆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地区，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不但选择单身，还是无性单身，并且逐渐适应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就这样的趋势来看，伴随着女性解放出现的性革命，也许也将是短暂的。谢谢。